我是公馆列车长的111年3月26号嘉义站哦，关闭车门。9:09所拍的是3261次哦。嘉义发车经由西武干线东南段开往潮州的用830、189为小圈车，以及还有后里经由三线开往后里的32384，用600行圈车。拜拜，再见哦！如果下面有麻烦，咱们走走就我们大哥。拜拜，历史画面，这个也是历史画面哦。我看下面的马掌门，多多对我们打装备。3238次，向三杠后里了，用600行。关闭车门，用600行。在嘉义站，嘉义站关闭车门，但是潮州了，发动，向三杠后。用612将用610全车，用600行全车，3238次将三线看后里的，用600行全车，在加一站已经10里。好了，下面的话咱们都是掉不到这方面，然后再见，麻烦。我刚才再见，麻烦。